这个东西叫蛇皮果，今天来尝一下。有人说这东西一股臭脚丫子味儿，然后还有人说经常能吃到虫子，我有点怵啊，密集恐惧症的人看了这个皮儿之后，我觉得能浑身起鸡皮疙瘩。像蛇皮，有点像山竹。挺甜的。挺好吃的，脆脆的那种甜。这盒有点大，盒能吃吗？不行，这个就没有刚才那个甜，但还行，不难吃。它有一种什么味道哈，我一直没想起来，就感觉和我以前吃过的某种东西的味道很像，但我没想起来。想不起来了。完了，这边睡不着觉，就得想这事儿。